印度嗰啲嘅玩意嚟嘅喎，睇嚟唔知系边个国家。通常呢啲咁嘅怪名咧，我哋唔明嗰啲咧，都应该系我谂系东南，再唔系巴基斯坦嘅东南嗰啲嗰个地方，真系唔知边度啦。好啦，咁就啲重骑嚟嘅，就系啲咩崩床诶？呢、這个点样讲啊？广东话崩床啊？边度？即系哇，系不得了喎！咁样睇唔到诶，系啦，弹床应该。弹床嗰啲真系跳弹床啊！奥运好似都有喎，奥运都有嘅咩？系啊系啊！哇，喺啲点比咧真系弹下弹下，咪有个棍，佢要弹上去跟住你做啲动作。嗰啲叫撑杆跳啊 ，really 不得了啊！你咁样都唔知弹床系嗰啲一张床啦，然后好似你喺上面跳咁样，咁就系意思啦。你跳水衫系啦，okay. 我唔知点样讲，即系佢哋点样会。judge 咁个，应该同跳水差唔多系咪？你跳起嘅时候做下动作啊，翻啦几多次啊？系咯，我相信都系类似嗰啲嘢啦，冇咩玩噶啦。跟住佢呢个睇翻转头啊，呢、這个好得意喎！佢呢个边个国家举行呢个奥运唔系亚运啦，就会加自己啲嘢落去啦，然后减薪人啲嘢，咁奇嚟都有嘅，都合理喎呢、這个。但系东道主啊嘛，你真系东道主可以有少少即系。话你点讲咧？你赢紧嗰啲，我全部减晒佢。我赢紧嗰啲，我全部加落去。系咯，你话你话亚运呢个东道主优势咯。喂，你咁讲唔啱嘅。喂，边得噶咁样？喂，你话要有优势啊嘛。如果唔系边有人？我搞嘅，我就加落去。喂，一间好啦，今次中国搞嘅，中国啊整个搞个用筷子嘅大赛，然之后巴基斯坦嗰啲，巴基斯坦全部用手噶嘛，大佬佢咪输紧？系啦，呢个就系大问题啊！咁啊，讲翻正经嘢先啦。第三届嘅呢个亚运会嘅时候咧，日本就加自己强项咯吓，加羽毛球、排球、网球，呢啲就好正常啫，系咪先？冇咩大问题啊。咁就我唔系加乒乓波头先，日本系唔好意思啊。然后第四届亚运嗰时咧，中国唔惊佢，系咯，咁蠢嘅佢哋。中国唔惊，但系其他国家惊啊嘛。跟住第四届印尼举行嗰时咧，就加呢个羽毛球，咁都冇所谓啊。我哋都识玩，系咪先？好啦，到咗南朝鲜嗰时搞笑啦，加呢个跆拳道，系第十届。第十届时，跆拳道系咪一定要同翻跆拳道打嘅咧？咁啊，梗系啦，你去散打咩？呢排啲咏春好犀利喎，香港啊，中国嗰啲咧，系咯，咩戏都有。好啦，跟住好得意啊！子弹出去打我哋。第十届呢个南朝先加跆拳道加落去之后咧，第十一届喺我哋国家举行啊，又即刻取消咗佢，哇，系不得了。然后加呢个武术啊，呢个咩撑刀行，即系啱啱加完跆拳道，第二年就取消你，然后加武术落去。咁咧就仲要系增减都系经过呢个亚奥理事会啊，即系呢个唔知乜鬼嘢会啦，嚟同意批准，咁即系批准咗啦已经吓。咁啊亚洲奥运理事会应该系啦，但系佢都话呢个东道国咧就无权随意安排嘅，即系佢只系提出嚟，但系咧就冇得俾佢话，我话有就有，我话冇就冇啦咁样。咁你跆拳道嗰啲可能都系得韩国仔打啫嘛，你其他嗰啲你话中国你话减啊，咁其他人你话冇所谓啦减咯，系嘛？系啦，系啦，咁就系咪先？你话你有瑜伽嘅，跟住中国话减嘅，印度嘈你啫，边有瑜伽噶？讲笑咩？讲下笑你啦。系咯，好啦，咁就讲翻呢个广州亚运会啦。呢一届咧，唔知你知唔知系十六届亚运会嚟嘅啦，已经十六届真系好耐下咯，四年一届啊嘛。系咯，好多下啦，已经好多届啦。咁咧就系11月12号，即系仲有18日定唔知19日啊，唔记得咗啦。喺呢、這个广州举行啦。咁呢个广州，哇犀利咯，系中国第二个取得亚运会举办权嘅城市啦。咁第一个冇乜悬念啦，咁就梗系呢个北京啦，系咪先？90年冇上海噶、哦，系咯，唔知点解冇咗上海啦，咁就因为好多年之前上海仲系上海滩唱歌，舞厅多过体育馆噶。啊，咁嘅咩？原来。好啦，咁就呢、這个北京咧就喺90年啦，举办第一届唔系第十一届亚运会，广州亚运会咧就广州亚运会咧就将呢、這个将设呢个42项比赛项目啊，哇喺呢个相当之咁多啊，42项啊，不得了啊！然后呢、這个截至到呢个2009年7月咧，亚奥理事会啊45个成员嘅奥委会咧就已经有。入边咧就已经有43个系参加咗呢个报名啦。呢、這个亚运咩阿富汗啊，同埋东帝汶咧都系尽快提交呢个报名表格啦。咁啊，呢个2009年7月啊，依家都成10年10月啦。阿富汗、东帝汶嗰啲地方嚟，你估会玩咩啊？一定玩射击。唔知咧，哇！佢嗰边枪多过饭。
真系唔知啦。食都未有得食，子弹喺周围都系。可能系啦，咁就吓。呢、這个再讲翻亚运会嘅呢个宗旨啊。宗旨系呢个弘扬奥林匹亚运精神，哇系。促进亚洲各国嘅团结同埋友谊交流，哇系呢、這个真系系咪噶？同埋呢个致力构建和谐亚洲。咁呢个理念咧就系咩激情盛会啊，和谐亚洲啊，呢个广州先系嘅啫系嘛？和谐咧，你听佢讲嗰几个字啊，吉祥物嗰啲咧都可以估到下嘅，应该都系靠啲想象力啦。点样激情化就系咯？可能都系听嗰啲人打网球嘅时候，女仔啊啊，系好激情。好啦，跟住呢个会徽啊，唔知你有冇见过咧？系呢个广州嘅标志嚟嘅，一个五羊嘅呢个咁样嘅标志啦。有冇人听过呢、這个？即系有冇人见过呢个五羊啊？冇喎、啊，大陆通常都系小肥羊嘅啫。哇，喺小肥羊呢度食嘅攞嚟，五羊你咬唔掂啊，石像嚟个大佬。好啦，咁就五羊呢、這个标志好得意啊，佢系一个好似圣火咁样啦，就烧到好似只羊咁样啊，唔知点讲嘅啫。跟住有粒太阳咁嘅嘢啦，就系、是、好似系啲亚运嗰啲，即系肯定有嘅嘢嚟咯。讲就觉得好抽象啦，咩优美上升嘅线条啊！又唔知乜嘢咩象征住亚运圣火熊熊燃烧啊，咩永不熄灭啊呢啲，唉，总之就系嗰样嘢啦，烧嘅系咪先？你明就得噶啦。好啦，咁就呢个会徽六大构成元素啊，不得了啊！太阳啦，四条跑道，哇！呢个之前真系唔知喎，原来下边啲火系四条跑道嚟嘅。然后呢个五羊标志，呢个基本上系广州人都知噶啦。跑道同羊嘅结合，形成呢个燃烧嘅火炬。咦，原来啲咁嘅嘢。十六届亚运会嘅英文，呢、這个真睇唔出、啊。哦，下边哦，系啦系啦，喺下边，有两排字嘅，同埋呢个亚运举办地嘅举办时间嘅英文，咁啊呢个广州2010啊，冇乜悬念啦，系咪先？吉祥物好得意啊，五只羊，呢、這个名咧就比较诡异啊，叫做呢、這个阿祥、阿和、阿如、阿义。同埋呢个乐洋洋啊，唔知点解组成叫做祥和如意乐洋洋，呢啲真系好唔使用脑谂嘅，同埋嗰啲阿咩阿咩嗰啲咧，系啦，真系好广东话化，同北京官营里差唔多，感觉有啲 out 啊，唔知有冇呢个 feel 啦，即系好似好靓咁样，唔知点解啊？阿乜嘢阿乜嘢咁样，跟住佢仲要唔系五只都系阿乜嘢，零零多一只系乐洋洋出嚟，唔知点解啊？冇所谓啊，你谂下吓喺亚洲入面。除了中国人懂得看亮不亮之外，日本人懂得看嗎？是不是、啊、印度人又不懂得看、巴基斯坦又不懂得看，阿富汗那些更加不懂得看，那是不知道你亮還是亮、啊、只是這些中国人知道，如意祥和這些東西你放給一些外国人看沒人知道，是不是？不是，看到几只羊、几个人那就行了，只羊挺有趣的就算了，是的，是的，表达了这个亚洲人民亚洲人民这个什么广州亚运会带给亚洲人民这个吉祥和谐幸福圆满同埋快乐啊！哇，喺呢个都系寓意深刻啊！吓，咁就仲有乜嘢啊？志愿者标志口号啊，嗱，呢个都唔少嘢啊，叫做咩？一起来更精彩啊！呢个应该系普通话嚟噶嘛？一起来更精彩啊嘛？口号咁啊，即系攞嚟嗌啫，咁就表达呢啲乜嘢祝愿啊？啲就唔讲啦吓，真系啲。好行嘅嘢啦，就係、是、话哎呀又点样都系有乜嘢想象力啦，系啊，想象力一起来更精彩，喂咩一起来都更精彩㗎啦，阿仙奴一起来更精彩，好啊，系啦，咁咪啲嘢系咪先，呢个又打边炉嚟我屋企一起来更精彩，系啦，咁就咩又话咩有心更有行动咧，咩就抽象嘅就自己发挥想象啦吓，咁就唔讲住啦，咁就亚运讲得咁多，就系时候唞一唞先啦吓，咁就听首歌先啦，有咩歌听？唔知道，我哋交俾 Thomas 先啦。温柔啲。微笑吧。把天真留下，相机证明曾经欣赏过大家。离去吧，忘记永久这童话。
想找快乐，何不飞奔抱住他，一起开心留下，不再开心由他，愿你记住结束感情没有罪，变心不是你不对，假使背着良心一起太傻女，愿我记住眼睛不能抹眼泪，只因沙石要洗去，真心爱人无非想他有人可登对。无意对伤感回避，牺牲我后才知心中有慈悲，麻痹地忘记背影多明媚，相恋告别全因不想再自欺，想我宽恕傻话，心会更改无他，愿你记住结束感情没有罪，变心不是你不对，假使背着良心一起太傻女，愿我记住眼睛不能抹眼泪，只因沙石要洗去，真心爱人无非想他有人可登对，不肯睡我不对，这么伟大疗伤不必靠药水，无需宽恕有新感情没有罪，如果他这么理想，别要内疚心虚，强装宽容就算累，你不安是我不对，不忍放下谁可找到最合适伴侣。啊，欢迎嚟我哋China Blue 啦，我系而家啱啱加入个 DJ Derek。Hi， 我系 Stephanie。Hi， 我系 Maggie。又系我 Simon 啊。好啦，咁大家知道我系边个啦，我系 Ricky 啊。咁啱啱换咗一批人翻嚟啦，咁就啱啱走咗两个，加三入嚟啊，不得了啊。然后就亚运讲差唔多啦，咁就不如吹下水先啦，讲下去过边度嚟，大家系咪先？讲下 traveling 啦。咁我哋个呢度已经系去过香港啦，有两个已经系香港出世同香港长大噶啦，咁我本身系竹升嚟嘅，但我都系去香港都几好好多次噶啦。系啦，咁我呢个吓住喺广州咁啊，冇乜理由唔未去过香港噶，不得了啊！跟住Maggie 咧就系、是、我系未去过嘅，不过我会系啦，佢将会不久嘅将来，四十啦，我廿几啦，廿几啦，我依家先十八啫嘛，系啦，哇，廿八先，严禁虚报啊！呢个年龄问题严禁虚报啊！好啦，咁就香港咁啊，讲咩好啊？讲海洋公园啦，好似头先我哋讲海洋公园系啊，我朋友同我讲佢啱上过嚟，啱呢个礼拜五去哈鲁维，仲睇到相添。乜鬼嘢哈鲁维嚟噶？哈鲁维咧就系咩咧 ？Halloween 咧，去海洋公园咧，海洋公园佢叫嗰个即系个一个 function 咁样就叫哈鲁维，就喺 Halloween 嗰段时期咧就会有嘅，就请啲人走去扮鬼啊。
吓吓你啊！即系你一入到海洋公园咧，已经见到好多鬼怪啊、僵尸啊，喺度弹下咁嗰啲，即系乜乜鬼都有，真系。咁啊，几正我觉得系。但系我都睇相嘅，我真系去过。有主题咁啊，真系。